Hello。暗古龙什么东西？这次除了合作，除了庸子是不是都太棒了、啊？庸子是真的蛮好用的。建议大家，如果真的没有要抽保底这次的大奖，至少庸子一定要拿到，太好用了，跟鬼一样。孙策我觉得过了应该也没问题，等下我们有机会可以来试。然后上这个礼拜GN有公布小奖吗？那时候看完就觉得说如果没有要玩这次的大奖，真的是不一定要抽，真的是不一定要抽。其他的小奖在其他队就真的没有一定要带他们的理由了，所以等于是除了庸子之外的其他小奖，庸子算小奖吗？庸子好像也是三大奖之一耶。除了庸子之外，其他的小奖就没有要玩就不用抽。庸子的几率会不会跟莎娜一样？基本上不会了。这种合作即使是二奖，那种几率也不会调得太夸张吧？谁知道他们怎么想的？说明他们很饥渴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神魔之塔很饥渴，已经好几周没赚钱了，都在养生啊。然后这一次合作推出的时候，疯狂调低几率，这个很难说，就可能下周一，我们帮大家实测一下那个抽到庸子的几率，要看神魔之塔佛不佛啊。这次合作不用抽，我干脆录个影片跟你们讲什么人要抽，什么人不用抽好了。虽然之前有录过，但这一次连小奖都出来了，感觉更值得讲一点东西。哎呀，怎么更新？好吧，那我们明天出一部影片，行，帮你们解惑一下。我刚才那句一下子用成奶子，没有啊，怎么可以解读到变成我只玩奶子？太神了吧！哇，那个太多了吧，哭啊！锁定珠子有点多，妖黑你比较值得，但现在讨论这件事情好像已经。没有办法了，因为妖黑青已经暂时的绝版，所以现在也抽不到啊，你没办法选妖黑青，有点可惜。说出就出了主播，所以大家想看什么就出什么，疯狂出片。我火珠不见了。这样好了，不知火舞会动的就是凶。不知火舞真的是我觉得最香的动态造型，超香的，香到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香，好像后面出的动态造型都没有超越它的香，所以这次我还蛮期待看看庸子可不可以出动态造型的。哇，那感觉原本没想氪的都氪起来了，神魔之塔赚钱的好机会啊！不知道神魔之塔有没有听到？工程师半夜还在工作吗？那听到的话，应该可以听到玩家的需求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觉得我说有道理的？打加一啊，让官方知道玩家的心声。庸子的主动技能箱，对，应该蛮多人想抽的。美好的抖音也不错，对。对，抖音动态造型也有。这是最期待庸子的动态造型，看官方可以做得多香。好，这里
几个技能，主要是飞影的那个 EP 要跳。这次合作太限制了，不想抽。嗯，可以理解为什么不抽，但我觉得说不抽的就可以先等一下吧，因为这次有二次加强，跟以往合作比较不一样，所以你们等到他完整强度释出，再真的决定要不要抽，真的决定要不要不抽这样子。不然我觉得还是很值得观望的一个系列。跟乱马合作，变身前男，变身后妹子，那感觉就像是北欧的 skin 呢。北欧有那个出妹子造型的，北欧已经。身先士卒，先试过了。我冲潘朵拉了啦。OK， 我们干爹已经抽潘朵拉了。牛王啊，没有来，抽得好。好，那这边技能都跳了，照着顺序开。这一个，这一个，这一个。秦皇。点不是暗珠的其他包含新珠的三种珠子，然后再来一个，有没有这个暗珠是固定的，然后就把它放在上面叠一下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，这样就可以完成这个叠珠版面。有按摩珠珠这个伤害应该是蛮够的，然后整把暗珠加龙科给他死，完美剧本，全暗珠法完美剧本，打得不错。这边如果你比较厉害一点的朋友，你可以把水珠给全部滤掉，如果可以办得到的话，那我就觉得是蛮难的啊。我办不到，水珠还是有四颗。啊，更新没事，这时候就是该把水珠消灭的时候了。好，剩两颗。可以可以，水珠被我砍半了。第七关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，这么酷张。不怕各位，我们打爆他。这边最好是消到新珠，如果你可以的话伤害会比较高。然后第一回合是这队的关键，因为第一回合有土蜘蛛的增伤，所以增伤幅度会是最高。那之后的话只能靠平砍撑过去了，有点麻烦。最麻烦的是这对实力血量不够，所以只能靠那个。只能靠叠珠，那个风化珠不能用撞的。这是最麻烦的地方。大概撑个。撑了两三个回合，他感觉就会死了。其实没想象中的这么难打。嗯，死掉了。关路，好爽啊！大王关了。哎呀，怎么有骷髅头啊？太多骷髅头了。嗯，好，先这样。不敢乱动。哦，不会死哦，厉害！这剑伤有点东西。挑战玛雅，我石头现在只有二十几颗哎，等我明天出资好不好？现在没有办法挑战。玛雅没石头就玩不起来了。嘿，说了什么？
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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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有人用秦皇四分钟速刷，那感觉他一定是带那个啦，一定是带那个吧，石头啊，不是，一定是带铁扇吧，不然不可能那么快啊。全按应该不可能四分钟啊，全按太难啦，再磕一单呢、啊。你们是恶魔吧？哦，疯狂叫别人氪金。哎、欸、呀，我们这个减伤够吗？前往减伤多少？40%减伤。我算一下，517784。减40%，所以剩60%的攻击。打31000，我直接去世。哇，这是在哭。我们现在只有唯一一个方法了，就是氪金啊，不是氪金，这都有一个方法可以挡，就是那个，没错，或许你跟我想的一样，氪金啊，不是氪金，是那个啦，飞影啊，啊，飞影可以挡，哎，不是飞影，你不能跳，你要先讲好吗？为什么？差一回合。我原本美好剧本是好，没事，我跟你讲啦，就这样了啦。我们最后就是赌伤害，怎么样？我们就是赌啊，生气什么？我们就是不开龙科，我们龙科这边就是开掉，就为了飞影。哇，飞影，你看你多大牌。飞影真的是眼睁睁差一个 EP 耶、欸，太扯了吧！啊，如果最后再开一个龙科，那绝对是稳啊！但这边就是真的要拼了，各位。但我觉得不至于打不到八亿吧？这个情况还是有八亿的实力吧？这样。啊，吸一下伤害，吸吸吸，哼哼，然后现在就是双手举起来的时候了，各位，大家帮我祈祷，我们会过，这会过吗？这有机会吗？这感觉是最大增伤嘞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没增伤可以开，随便开一个，来。手举起来，各位！是不是消磁行比较好啊？算了，感觉有20卡莫，死于各位，秦皇。不是，爽啦！飞影还在取笑我，真的哎，你们没有提醒我，我看不出来。飞影，你是在笑屁哦？啊，刚才就是因为你，害我们这么紧张。爽啦，过了，好爽啊！这种逆天的玩法最爽了，啊，好舒服啊！情况还是不死的。